真侪乡亲今仔日站出来，就是要听咱一挂优秀、品格尊严的台湾人。咱收听伊，嘛是收听的原因，因为咱站伫遮，咱坐伫遮，咱就是要坚持做一个有品格、有尊严的台湾人啊，是不是？我用这个甲大家做伙互相勉励。咱未来每一关每一关，上重要就是爱坚持到底，奋战到底，这就是台湾人的品格、勇气甲信心啦、啊。